主持人问人家的什么东西？你是来访问人家还是来看东西的？没有，因为这样子讲介绍我，人家以为你看过我的东西了。朱大哥算是我们演艺圈哦很多后辈的一个学习的对象之外，对，是我演艺圈的起跑，也是一个标杆。对啊，像我妈妈就说你要常看朱大哥他现在的发展，不要忘记他以前家爱签家爱挂哦，有给几点麦给的，好要向他就是学习现在，不要看他以前这样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负面教材。负面就是负面，就是讲你那个做的拢歹的物件，千万唔通学呢。不是啦，还是讲吼，爱看到朱大哥安尼，以前吼赚真侪钱，啊拢欠欠的，吼，啊即马走，不是，就是去出国进修啦，啊较辛苦，啊即马东山再起，有无？嘛写一条歌嘛，东山再起，这就是讲咱来学习，朱大哥这种精神，很多要当为借鉴，好，咱捡起来。就是鬼的啦，什么郭子乾、台哥、台志远，这种讲那个顶梁出来，讲话要注意听，嘿，拢要讲偏。无啦，讲真正，其实以前我甲朱大哥真正无熟。我以前我心目中的偶像，你若听咧，你就知影。我现在把你排在跟他们一样的地位。讲看麦。我心目中偶像，猫王，我唱歌迄个有无？哇！李小龙，哇！张国荣，哇！所以我现在准备把它当作我的偶像。你一边唱什么歌哈？是的。啊，所以唱，以前嘛讲你三个拢过身呢。无啦，动作怎么耍得起？换我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作为偶像，敢那你健在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惜，把你动作跟目标赶快国宝啊。对。你国宝嘞？那你当我来照的哦。你哪照？嘿，你哪照？我帮你写歌嘞。我已经帮太多人写了哈，李敏南我也写哈，对不对？那谁我都写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有一天我也帮你写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不知道我找谁来写了。明白？什么少年鬼有这款的角色？你看我拢可以发挥，一直甲听听看麦啊。但是头几位拢无领到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朱大哥。高慧君，一个歌声优美。在戏剧方面的精湛演技亦获金钟肯定的邹族女孩，安晴雨，一个美艳动人却有着天籁美声的 POP 女王，受天恩宠的两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？高慧君的标准台语连导演也赞誉有加。听错老师，你提供台语的歌，莫名要听阿米。我嘛想过，为什么抖音有我贵阿米？我是抖音啦，比抖音。抖音我是讲你抖音边路啊，因无奈抖音。两个来自天堂声音，史上最强 POP 女王携手合作，将带来一连串精彩的演出，敬请拭目以待。See
烂嘅，太烂嘅，烂嘅啊！我放到最大了，你放到可以吗？你我会晒不？真罕咧拄到这么大风的吼！系啊。哎，咱揽着足爽个，恁即马是伫学台语面？我有去学，你有去学？嘿，因为讲吼，迄播戏要讲台语，所以讲我去找老师学。你这种台语要播好莫片啊，听咪？我嘛想无，为虾米导演会好贵安尼？太贵，导演啊，嘿，我是导演，那变导演。是讲你倒顶边落来，面无奈倒烟，奇怪你。你茫笑你个嘴，比尔做潘越云较宽。真的啊。哎呀，较宽。人个特色较大啦。无这样，我都唔敢教伊啊。为什么？那笑真袂吧。我家唔捌教一个嘴张夸傲呢，笑真，我就讲奇怪，你笑真边啊有电风在吹。两个是 pub 女王哎，没有啦，不敢。他们两个是 pub 女王，不敢，真的不敢。平常的 pub 在上面病女王，在 pub 喝酒那个小酌的地方。pub 啦，嘿 ，pub 啦，啊对对对，蛮多 pub。你个英语哈，不要我讲，我有时讲清楚，等来英语较巴。对对对 ，pub。好 ，pub， 你 pub 唱歌最受欢迎的，两位拢是。有影没？真实的啊。真正哦。人客我听伊的。好啦。人客听伊。对啊。你可能生了袂歹。水，两个都漂亮。生了袂歹，阿姨好，你看迄伟人爱食乌甜粿就是这。黑美元呐。黑啦黑啦。啊，客人怎么听你？有些喝醉的客人，他们会，难免会有点小冲突嘛，比如说这边跟那边，然后他们可能要起冲突之前，会先递个纸条说你们要不要先下班？其实我蛮害怕的，因为我知道有人要打架。哦，人要冤家啦，啊，即马柜台啊，怎样？有写字条来啊，讲你有要提早下班无？人有准备要结落啊？哦，安尼，啊，你这条钱无赚多，继续唱落就对啦。系啊，我继续唱。继续你要做秀耶！哦，啊，真正你唱刷啊，廖家合作，他们才打，对他们会等到你离开那个地方，才可能就发生事情了。该你啦，真的吗？你受伤了，对，我觉得是比较有可能。啊，你有哈喂？有呢，我就是吼，我伫咧饭店伫咧驻唱。驻唱那伫饭店呢？不是拉比，迄个 piano bar。哦 ，piano bar， 哦，饭店的有做，你爱讲饭店的有做咖啡厅啦，咖啡厅。我伫遐唱嘛，啊唱，人客拢会点歌。好，点歌。点歌，我就想，这是什么歌啊？下面还有他写那个数字520，那我一看，520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嘛，我说啊，谢谢，你爱慕者出现，然后结果他隔天哦，他又再出现这里，然后他就很臭脸这样子一直看着我，我想说是怎么我没有唱他的昨天点的歌吗？我有唱啊，结果后来他就说，我昨天跟你小费，啊，你拿钱，你有没有做事情？我说做什么事情？我不是有写数字吗？那是我房间的号码呢。我就吓一跳。我的拿多少？因为他就是一般的小费，就几千块这样子一叠放在那个弹钢琴的那个。那你要跟他讲啊。讲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几千块就叫我去房间。自修就歹去安尼，对啊，因为客人安嘛无理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。这要调地拍嘛拍无只，哦，什么几千块而已。那是你会坑我这钱？我歹势啊！
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我较袂安尼做啦。哦。我的人唔敢。你正人君子啊。我唔是我惊我安尼落你的公用厅，我会做跟前。他以前是 model， 还没唱歌之前，他其实是走秀的。其实现在也是了。现在还有在走秀。是，对。以后看到布偶的仔，小米猴，听讲你后台拢是精彩的呢。我不爱。美女如云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。哎，你什么画面啊？哦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走秀的时候啊，我整个没有办法专心工作，因为我第一次走秀的时候，后台全部都是没有穿衣服的 model 吗？对，男生女生。你这个老奶奶很奇葩，公主这里有谁挖鬼？这我看不到，多可惜。全部都是那个胸部啊、屁股，男生都在我面前，我都傻住都。然后那个秀导傻什么住？我傻住、啊。他有你也有，你怕什么？可是也有男生。有男生哦。对啊。有男生的刚他就直接在我旁边这样子光光的，然后在我旁边换衣服这样。哦。我就很不好意思。哦，打不就会疼啊，就是。对啊，女生的身材。我是捌看过，他在戏上红歌厅开幕的头一栋，陈芬兰嗯当主秀嗯啊，我在那里都看到。他请日本的 Suzuki 的舞蹈团，第一首歌完一下来，哦，对，后台也是很忙的，我真的都没有跑，没有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嘛。不认识我，我假装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就等一下哈，怎么样啊？实际上我在看。你真的被我看到吗？哦，那个老虎做拢无走，那老虎做怎啊这么样？你哎，欧巴桑把叫崩来啊！嘿，你从啊？后台那个欧巴桑啊，好做啊！你也崩来啊！靠腰啊！你，您别看鬼啊！刚刚拢无人知，我你叫一个人同知。福气因，因真正拢做台风好，恁那里看。台风，啊，日本呢？日本呢，伊要通个白虎啊。哦，对，后台都是对，很。对啊，对，时间是金钱嘛。真的啦，我咱那挂签我都捌看的。嗯。你咱那挂签啊？你看。挂签啊，就伫啊，我伫后头，我都坐伫啊，我伫主持的，我一定袂使走啊。对。对不对？我来介绍我介绍，我说什么人，什么挂签，爱就出来唱。嗯。啊，我就伊就开始一直唱啊，我一定爱坐他们家。哦 ，standby 嘛，啊，这前台啊，啊，我姐姐，啊，这后台啊，啊，我一定要姐姐等啊，歌唱说我爱处理啊，哦，那个歌星，那么那个歌星，我们比较著名，哦，很快，哦，在那里找东西，还要一直坐在边啊，那个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这样也一疼的是不要紧，还来可怜，还来可算的了。时间管对的呀，因为我坐在那里，我就讲唔忙个话啦，不要讲啊，只讲哦，他会傻掉了，等一下会来不及哇哦，哇我拿呢，哎，但是我不可以转开，你知道，我还是这样，然后一转过来看到我。